都说三月七号是女生节，于是很多男生向自己的另一半求婚的机会。这部歌手何洁日前就被目击在北京三里屯被男友贺子铭当众下跪求婚，而正巧从此路过的前中国男足国脚李金羽也用手机拍下了这珍贵的一幕。而另外也有不少网友拍到了贺子铭向何洁求婚的情景，并有何洁清晰的正面照片。正当人们为此感到突然之时，何洁于当天晚间在微博上大秀幸福，宣布了此事，求了，定了，幸福，爱所有朋友，并附上了两人的亲密照片。从图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何洁左手无名指上依然戴上了这枚闪亮的订婚戒指。对此，优酷娱乐记者第一时间致电了准新郎贺子铭，他不仅表示自己求婚时很紧张，更说出了求婚日期的特殊含义。我俩一周年嘛，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因为要瞒着他嘛，让他知道嘛，开始，然后就非常非常难，因为我们两个几乎是每天都在一起，然后非常难瞒着他，然后我又不会撒谎，那就很困难。开始都已经制定好了一套方案，然后就被他怀疑了一下，然后就没办法，又不得不在前一天改变方案，然后就昨天一天都在找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帮我们就是记录一下这个。而对于每个女生来说，穿上漂亮的婚纱，在众人的祝福中步入婚姻的殿堂，应该是每个人的梦想。那么已经求婚成功的何洁和贺子铭对婚礼又有怎样的打算呢？我想这件事应该会很快，但是我们应该不会搞得很大，就是我们希望低调处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希望搞得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的，就是我们只要到时候我们结完婚之后就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结婚了就行了，结完婚之后回来请朋友们吃个饭，就最近的朋友和亲人呢吃个饭，就这样。其实何洁与贺子铭2012年才正式牵手，细细算来也可以归为闪婚一族了。都说风重女难娶，那是什么让贺子铭对即将与自己牵手一生的何洁如此确定呢？这何明恋也就如张爱玲的一句话，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正好遇到了便是缘，那就让我们衷心的祝福二人婚姻幸福甜蜜吧。优酷娱乐播报，这里报道。